师傅，那个你不是说看图腾放多少条鱼呢？这个多少条鱼就是也是，这是怎么出来的呢？这条多少条鱼？放多少条鱼也是数字呀。那这个数字是菩萨告诉的还是？信息啊，也是菩萨信息啊，有可能啊，有的是菩萨，有的是他自己的缘分呐、啊。比方说他应该多少，他就跳出来多少张。比方说，我跳的最多的就是1200条。哦。很多人都缺1200条。我估计这个1200条是一个基数，就是说你比方说有个结了，你慢慢放，不要着急，你一放到1200条，你马上就会转换命运，很多会转换。哦。那师傅，您说这个1020个基数，就是同修在遇到劫难的时候，直接许个1200就行了，那放就可以了。对，你打不进电话，你就1200。啊。那这个1200再往上呢，是再一个什么样的基数呢？1800。再往上。1800了。1800。嗯。那再往上呢，师傅？再往上你就坚持放就好了。嗯，好的好的。1200的基数就是说你会改变呀、啊。嗯，他主要菩萨说你1200，你自己会看到你的命运在改变了呀。明白了明白了。哎，师傅你今天又给大家透露了。对呀、啊、你不问的话谁他们怎么知道啊，就要问的呀，很多东西的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我想不出来告诉你们的呀，你一问嘛我就告诉你、嗯、哦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上次一个图腾节目，你不是叫那个人不是寿不多了吗？你知道他放生甲鱼49，就是49只甲鱼一波。嗯嗯、这个请问师傅，这个放甲鱼的时候，49只甲鱼一波有什么样的含义吗？就是这个你开始的这个。49只甲鱼一波的话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结束呀。49就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呀，哦、这还不懂啊？哎。哦，那49只甲鱼能淹？你说100只甲鱼没有到恶业的大业的情况下，延寿一年，49只甲鱼是不是延半年？可以这样理解吗，师傅？应该说在过节呀、啊，帮助你推你过这个劫难呀、啊。嗯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师傅。比方说你过了这个啊39的这个劫，你可能可以活到啊59，那么你这个39有时候就延了20年。但是你49岁又是一个劫的话，那你就只能延10年，这个道理都一样啊。哦，哦，师傅，这个49的甲鱼就是过，对这个过节是特别，就是这是一种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它不是凡凡的延寿，它只是帮你过一个节。如果比方说你39岁过了，你41岁又一个节了，你不就是延了2年吗？哦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师傅您这又给大家透露信息了，就是我们在遇到劫的时候放上一波49只甲鱼就可以过劫了，是这样的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就是过劫呀、啊、嗯。那放几波呢，师傅？这个你跟那个同修看的图腾是个案是放2波49、啊、那你一般的过劫是放几波呢，师傅？一般的你要是觉得自己命短，生命体非常的脆弱，觉得自己活不长，经常有这种想法的话，哼，你不停的晃晃晃明白了，放放放，要经常晃身，要经常的晃，听得懂吗？好，明白了，好好好，真的常晃身，就很好，护法菩萨保佑。